会从这个跟各位陈述一下，就是说希望委员或是学者专家哈，你们集体来会看。当然那个张是召集委员，张委员有很用心到那边看，也可以跟当地的居民来一个座谈。我一直强调他们这个是一种真的沟通不足。另外我可以讲到是说，你们要民众相信市政府，我们也愿意要相信市政府。可是以最近的例子，之前也提过了，社会局允许学生在那边拍片，这是一个例子。他不顾居民的在那要拍片，他社会局也不知道啊。哦，第二个意思就是说，他最近要在这个计划道路，林果街38巷计划道路要打通去大道路，我们也会支持。可是，在计划道路的时候，我们在4月14号就请陈立威议员办一个协调会，他也同意先办在地方办个说明会，再来做这个道那个树木的移植，在计划道路上面树木的移植。结论是这样写，市政府、公务局、公园处的话，他就蛮干，4月20号、21号他就动工了。那你这样的很多的因素，刚才都发局股长这么辛苦报告，要我们相信。可是你最近的时间，50年你都管理不善了，最近的时间已经好了，市议员出面的协调，我们尊重民主的程序，要他们先来办说明会，再做这个计划道路上面的树木移植，他也不尊重，他蛮干，所以我们4月20号又办了第二次的协调会，那4月24号他同意24号到我们里办公室来说明，这个意思就是表示市政府根本不尊重地方嘛，他重大政策他就在蛮干，哦，那我不晓得要老百姓相信你什么。另外，我跟学者专家报告。这种意思就是市政府要当人民的保帅，你要人民守法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你不会为了要突然要这个地方要提高到1500户，容积率要切割成3坪，这个好大家都知道。这个采购案28万，10万块就公开招标。市政府现在的做法就是，我28万把它切割成3块，法务局说合法，这个每一块都没有超过10万，对不对？市政府就在这样知法玩法嘛。学者专家们，副市长你们也是学者专家，请你要考考你怎么样让老百姓来说话，这才是长久之计嘛，好不好？所以我是认为说市政府是充分的沟通不足，希望你比民间公司做得更好。我们并不是完全的反对公营住宅，不过量体太大，你不要挂羊头卖狗肉，又是8比32，你就把这公营住宅放到三月去嘛。哦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我们下面请标第5期号的中坡里的曾里长。